丽红，你昏睡了几天，终于醒了。姨娘，你听没听见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啊？啊！丽红，丽红，你听见没有？是拨浪鼓的声音。丽红，姑娘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丽红，你回来。丽红，姑娘有东西啊，随便看看吧。不是他，不是他。吴秋现在是陈家的姑爷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怎么可能出来卖杂货呢？丽红，丽红，你这么折磨自己，这是何苦呢？因为那个没心没肝的吴秋，半死不活的，你值得吗？啊！卖杂货，卖杂货啊！胭脂水粉、绣花针线，要什么有什么啊！吴秋，靖哲，你怎么了？被陈家休了？你说什么啊？那你怎么出来卖杂货？我本来就是卖杂货的。那你不是陈家的姑爷吗？嗨，谁说陈家的姑爷就不能卖杂货呢？陈家那么大的家业，还用得着你这么辛苦的出来四处叫卖啊？陈家呢，有陈家的家业，可是我吴秋只会卖杂货，我做回我的老本行，有什么不对啊？是啊，你做回你的老本行，我们小姐呢，也做回她的老本行。丽红她回怡春院了？她现在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每天拿酒当茶水喝，夜夜守在门口发呆，把她自己折磨得不像人一样。她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吴秋，你问我为什么？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变成这样？我，哎，我们家小姐真是傻呀！就算我买再多的良药，只怕也医不了她的心病啊！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看丽红啊。好像不合适吧？你现在身份是陈家的姑爷，怎么能去怡春院那种地方呢？为什么不能？丽红，她像我妹妹一样，她生病了，我应该去看她呀。小姐还没醒呢，我叫醒她吧。别，让她多休息会儿吧。啊，我来吧。好。她像这样昏睡，已经三四天了。以前你生病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喂药给你吃的。可是他现在自己，丽红啊，我不值得你这样啊。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四无秋，你还有脸来这里啊？这姨娘，滚！怎么了？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你把丽红害得只剩下半条命了，你还能干什么？非要看到她死，你才高兴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也很关心丽红的。你住嘴！如果你还有一点点良心，就不要再来怡春院，不要再跟我们丽红纠缠不清了，好不好啊？可是丽红病得这么严重。我是应该来看他的啊，要不是为了你，他会病得这么严重吗？这个傻丫头，打小我是这么教她的，好不容易熬成个红白姑娘，现在为了你这个卖杂货的，连命都快没了。不会的，丽红那么善良，她会好起来的。好个屁！丽红只剩下半口气了，
如果菩萨再不保佑他，我们令狐真的没救了。真姨娘，不会的，我现在到庙里去求菩萨保佑，只要烈红能好起来，我愿意为他吃斋祈福。你说什么？吃斋祈福？对啊，烈红为我挂白灯笼，现在我也要为他吃斋，求菩萨保佑他。你放心吧，烈红他肯定会没事的，会好起来的。这是一只上好的人参，可以帮助病人恢复元气的。你帮我把它交给烈红姑娘吧。啊，不行，这个太贵重了，不可以。就当是我谢他，谢谢他救了你的命啊。哎呀，顺娘，还是不可以啊。哎呀，你每天都要挑着货出门，如果你连着吃一个月斋的话，你的体力会跟不上的。再说这只人参也可以帮助丽红姑娘早日康复啊。顺娘，你的心真好，你真的是我的好妻子。他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。他说这个对恢复元气有很大帮助的。真的是他叫你来的吗？是啊。嗯，他还要我转告你，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。无求，恭喜你。啊？这礼物再贵重，也比不上他的心。恭喜你娶到一个好妻子。谢谢你。他不骂我是狐狸精，还让你来看我，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，给我这种女人，她真是个奇女子。丽红啊，等你病好了，我让你们俩也认识认识。我这种身份怎么配进陈家大门？无秋啊，听说你又开始四处叫卖了。啊，是啊，我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挑着担子到处叫卖。为什么？陈家的人都以为我是为了陈家的钱才跟顺娘结婚。嗯，我不想顺娘难做，所以我更要自食其力。为了顺娘？你叫她顺娘？她是我妻子，我当然叫她顺娘，这样才像一家人嘛。无秋，我累了，你该走了。丽红啊，这里是宜春院，你别待得太久了。那我希望你早日康复。我先走了，你要保重啊。倾城，我先走了。小姐，上次无秋来的时候我没叫醒你，被你骂得狗血淋头，这次怎么那么快让他走啊？我能不让他走？他的人，他的心，都是别的女人的。他的一切都是别的女人的。沈姨娘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快进屋来吧。